Hello, hello, 师父师母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虎儿、女孙孙头头，这是我的拜师帖。拜师帖把你脸挡上了，怎么收进来呢？哎，哎，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样子收进来吧，我就推到我这儿了。啊，我是一个半路开始学中医的一个小刺头，然后呢，我非常爱惹事儿，然后慢慢的接触了中医，喜欢上了中医，然后让中医变成了我后半辈子的一个担当，变成了这个所谓的后浪的一个故事，中间会发生很多其他的一些跟所有人的一些小故事，就大家敬请期待后浪了啊，就不能剧透太多了啊。对，你的另外一位后浪程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次的角色。Hello， 我在剧里饰演彭诗燕，是一个儿科医生，热情阳光，幽默帅气，再多自己表扬自己啊，你还行不行啊？我说的是实话，师傅。现在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呈上一下问题的卷轴，这样我们先请远程的两位同学来选吧，选个颜色，露丝肯定要紫色吧？哎。可以啊，空姐了解我啊。那我就替你说着紫色了。好的。程昊要哪个颜色？粉色，粉色适合我。粉色。程昊要粉色啊？对，粉色适合我。要粉色。可爱。那我们就先把他们俩的问题读掉。哦，赵露思同学。如果不考虑性别、外形这些因素的话，你最想尝试后浪里面除了现在角色之外的哪一个角色？哪个角色都不想尝试。还是你懂我呀？还是你懂我？没有没有，我尝试一下那个尝试一下师傅的角色。尝试一下什么？师傅，尝试一下师傅的角色，尝试一下师傅的角色哦，尝试一下师傅的角色。因为不好背词儿，因为很难背词儿，我尝试一下，挑战一下自我，加十分。谢谢师傅师母，果然亲生的。对，真的，这个好难啊！师承班要评选班长。纪律委员、学习委员、文艺委员和导弹大王，你觉得分别是谁？我来个纪律委员吧，我就先来一个纪律委员。这是我选，肉丝，不是最爱我了吧？给我来一个纪律委员。我觉得，你就给你个导弹大王吧。我觉得这个对。孙头头是属于导弹大王，有点比较可爱的那种，对吧？是他剧里孙头头是，还是片场的赵露思是？这里面是剧里的吗？他剧里主要是剧里导弹大王，对。然后文艺委员是谁啊？我再来一个，你。你会什么才艺？除了颠勺？就喜欢当这种官啊、哦！你是官迷吗，赵露思？特别喜欢在班级里当官，在那个剧里面那个班长当的真的不好，所以是吧？是，对，尽职尽责哎。他带着我去吃烧烤，然后在那撺掇我，对呀、啊，思思，撺掇我去吃烧烤，然后把责任全推在我身上，然后师傅就骂我呀。对你已经被弹劾了。哎哦你已经被弹劾了，这个班长，所以我只能委屈一下，我再见一下班长了，好吧？好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那你就当导弹大王吧，班长让露丝当吧。露丝你当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好，我当班长。我现在先把周晨耀的视频关掉。就是听完萌姐的回答呢，基本是端水大师实锤啊。就是、如果说在片场的话，谁比较是导弹大王？就比较闹腾。官迷的那个人，官迷。说实话，山姐，说实话，我是不是最老实的那一个？对，你就是在我到现场的时候，你特别老实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也特别老实。你问师傅，你问刚哥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更老实，对吧？对，对我就是特别老实。我不在的时候呢？
你不在的时候那不好说啊。我们俩都不在的时候都不知道了。你俩不在的时候那不好说啊。其他三位笑而不语。反正是没上树。我觉得反差最大的就是珊姐。珊姐，对，没错。我说一个问题，这一组当中的三个人，每个人说一个字组成问题的答案。比如我说，提到吴刚老师，大家先想到什么？比如我第一个人严，第二个人季，第三个人好。哎，所以第一个人的起头非常关键。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啊？我们先公布一下分组情况，我们就请一组的同学或者是老师站到一起吧。第一组，吴刚老师，您要带领的是，您想跟赵露思一组吗？还没，我怎么听话？那您就跟赵露思一组。露思，刚哥，再加上朱俊林同学，你们三个人一组啊。现在我们游戏的规则大家都很清楚了，那我们远程的同学来说明一下你们的位置吧，因为这个位置还蛮重要的。第一组，我听师傅的吧，师傅说我在第几个吧。吴刚老师，您排一下你们这组的位置，谁是第一个说的？因为第一个字儿可能起这个头，后面两个人才能接下去。露丝说第一个。好，小猪呢？好吧，小猪是第二棒还是您第二棒？对，谢谢你这么信任我。第三，您第三棒啊。我们是淘汰赛，每一个问题大家这么轮着来，说不上来的那一组就淘汰掉，好不好？看谁坚持到最后啊！来，狮城班的规矩有什么？露丝，不。你说什么？不不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不晚睡，不晚睡。哎呀，不熬夜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呦。哎，我真不乐意跟你俩一组。明白了。那个老师，老师，我要换组。老师，反向操作，不是老师，老师，我那个我换一下子，我这两个那个队友他俩不太行，这俩队友不太行，你不能换组，你可以换位置。我们都没吃饭呢，所以智商有点抬不起来啊。你们组换不换位置？你还打不打头？打，还得打头，啊，你给我们使眼色啊。好，我给你使眼色。好，行，来，那我们正式开始了啊。对，刚才他们淘汰了我们。让他们试一轮，试一轮。好，试一轮。好嘞，可以吧？来啊，孙头头的性格，露丝。特别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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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哥，刚哥，特别 特是谁呀？特别特好啊，特别特，你随便想。它涵盖了所有对孙头头的这个性格的表述。有道理啊。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师傅一周有道理吗？有道理。有道理。太有道理了。话说对，你跟谁一组啊？你跟谁一组？吴刚老师，您觉得这轮您算过吗？当然过了。过啊，过啊。好，来，对，有可能一道题问到底，有可能中间我就换题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主持人特权。还是这道问题，孙头头的性格有什么？第二组，狠，顽，皮，漂亮，默契，耶、yeah! 孙头头的性格有什么？狠，可，你不能说再说狠了。爱，可以，没问题，可以，但是可以，很可爱。它就是一道题嘛。喜欢 C 组，喜欢 C 组，喜欢 C 组吧？你看，差点说错。孙头头，孙头头本人盖出。你这么容易就叛变了？我觉得我们队基本覆灭了，我现在已经心里很清楚这个事实了。特别特不好吗？特别特，加油啊！我们这组的名字就叫特别特了。我以后就叫特别特组合。下一轮我要严格起来了，就是再有特别特这种就淘汰了，可以吗？江山老师，您觉得可以吗？特别特就淘汰他，下一轮，好吧？而且、下一轮加一个新规则，不许同样的字，不能再用，不能再狠了，不能再狠了，好不好？这真够狠的。就觉得好可爱，是吧？对，这一轮我准备加大难度啊，每一组的问题可能都不一样。清明节气要做什么？吃。吃，
动。吃。字。吃粽子。不是什么乱七八糟。上饭。听团呀。听团。对不起，我是北方人，我没有这个习惯。你看吃饺子。等一下，对呀，这不行了，对，我受不了了。饺子也行，我必须得换组，我忍不了了。不是，不是，北方人所有的都也是听团。露丝，我真的特别同情你。因为那个、我求你了，山姐，让我去你们组吧，把周驰让我扔过去行吧？我求你了。听团，听团。清明节没他们不会，他们不会丢下我。这游戏玩不行了，我有点难受啊，有点。你会你这我这着急，你们组已经淘汰了，不用换组了，没事了。哦，我们已经淘汰了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，来来。这组的锅确实在小猪身上，我作证啊，没事了，没事啊，没事，露丝来，来来，咱观战观战啊。诗，为人师表，要先做人，后做事。哥，还有花呢。因为他最开始就比较毛躁，看着我什么意思啊？再看把眼珠子挖下来。然后，所以就开始有一点欢喜冤家。大侄子，大侄子，咋弄啊？这个？问你呢，那你是师傅呀？问你，你别说。吃饭。然后到后来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，慢慢的开始真正的把他当成师傅了。等这个蒲满装满了，你就出师了。不过今天你的表现值得放一鸣。崇高伟大的理想里面，教书育人，传承道统，哪个部分有我呀？天真，它是热血的，是青春的，也是冲动。孙头头从一个每天就想着到处找找工作这么一个小孩，到后来慢慢的成长起来，变成了一个懂得感恩，情感也变得细腻，觉得自己不能辜负我师父的希望。要持之以恒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他不仅仅是师父这么简单的关系，是他给了孙头头第二次生命，就是因为他，所以才会改变这个女孩的一生。人性证有了我之后，应该变得开心了很多。所以感谢你，给我这么一次很好的机会，让我践行弟子道。师父节日快乐。师承教育的核心就是传承，就像是前浪传承给我们的，我们要继续传承给后浪。永远接触新鲜的事物，无论是前浪后浪，都就是一种精神，就是会非常非常汹涌，会翻滚过来。前浪带动了后浪，波浪形成的时候，自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戴露娃，我在剧里面饰演的是田星星，也是头头的闺蜜。然后因为在剧中饰演的是许萌萌萌，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女生，特别特，就是特别特，特别特，特别特的女生，对，特别特。我们这一轮你画我猜分成两组，既然是夏至开播，大家到夏天容易上火，输的那一组呢，我们直接准备了苦瓜汁儿，让大家在现场败火，好吧？露丝啊，你还想跟你师父一组吗？我们也有啊。对。那如果要喝如果要喝苦瓜汁儿的话，师父对不住了，老师我要换组。我也要换人呢，我得换呢。你可想好了，不一定谁喝苦瓜汁呢。你告诉我这一局还有没有特别特？这一局还会特别特吗？他们要让我说我就说，他们要不让我说我还说。你换组的请求被驳回，驳回。我们第一组吴刚老师，您要带领的是赵露思。张萌啊，朱俊林，哎，好，李百惠，好嘞，
我们是特别特特特，特别特，咱们四成一派，行。另外一组，香山老师要带领的就是一周，嗯，程奥、娃娃和严安，已经胜利了。少来，每一轮一共有六幅后浪的名场面。我们每组呢，每次派出一个人去看这个名场面是什么，然后需要在画板上画出来，其他的成员来猜是哪一个名场面。在两分钟之内猜对的话就计分，我们是有时间的限制的。头头可以猜啊，头头可以猜。其他三位同学想到了，还有吴刚老师想到，随时猜。慢慢画，还有一分半呢。我好像知道，这我好像猜到，好像知道。哦，哪个名场面？这是救死扶伤。对。是吗？对。哪一场啊，爸？我不知道啊。这是不是我躺在上面的那场？对，这个应该是。哦，被撕头发，我知道了，那个是肉被卡晕倒，肉被卡晕倒，对，是的，正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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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已经计时开始了啊，开始来，他们组答啊，他们组答。哦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嘘，笑话。哪组的？其实他画的有一个核心元素画的蛮好的。那我们直接就说答案就行了呗。你说呀，说呀。就是一个小朋友啊，小朋友来看病。哪一场啊？你说哪一场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头头，头头，那个林子里头被蜜蜂蛰了，然后嘴巴是肿的。嗯，是这样的，那个咬了棉花的那个。正确，正确，是啊。赵露思，我那嘴，露思这场戏记得吗？记得，我那天嘴里起码塞了10个棉花球。哇！啥呀？走地球？这啥呀？嗯？这什么呀？最后十秒，这是咱们去踩那个什么吗？八，等会儿他是那个什么？六，所有人去走那个中医馆，是不是中医馆？三，四，快！啊，那是中医馆。老时间到，我话筒没事儿啊。完了，让他们猜着了。什么？你们组能猜到吗？那个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把脉。把脉。对了，因为立成画了家，围着饭桌。对呀、啊，五个人把脉。15来，计时开始。这好猜。这什么呀？跷跷板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想起来了。就是套圈，就是套圈。请程奥和露丝分别代表各自的组来画最后一幅画。程奥先来吧。好，我们来。可以看到吗，程奥？可以吗？哦哦 ，OK。好，计时开始。露丝，你画啥呀？这本不到你呢，是他们组的。我都画完了。你待会儿再练，待会儿再练。露丝刚刚练了一下是吧？我们看看你练的。哇，画的好好。PK， 这个画的好。我觉得你们组待会儿也应该能得分。哎，关于刚刚画的，露丝那边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题了啊，胜负在此一举。来，开始画，计时开始，1分钟。画好了吗，小宝贝儿？也很明确。哎呦，这不蹦极吗？蹦极，任天真蹦极。这打得也太快了吧，画得很好，画得太好了，哇！不对，这不是钓鱼吗？还要演一波，我们。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可以，师傅给你竖起大拇哥。特别特，特别特，师傅特别特，特别特。
露丝，这场戏当时拍摄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，还记得吗？当时拍摄吗？我就记得天真在上面站着，他真的很害怕，然后我看着也很害怕。风太大了，有点晃。对，真的在那个蹦极的地方，然后那天风特别特别大，因为在一个很高的山上，我过去的时候有一个航拍，就非常恐怖，我以为他没有带绳儿，特别吓人那一天。我就记得这个头头在另外一个山头上，然后就远远的传来了声音。对，在喊你。对对对，就印象很深刻。对。所以每在我们两组是打成了一个平手，那不如这样，我们就用全世界通用的最公平的方式，贴冰壳来决出胜负，好不好？嗨，还是走到这一步，各家可以，冰壳解除降火，小小一杯，这么满啊！露丝，还好你没有换队，特别特。带来的这段舞蹈，有请袁。好，点头了。先猜出来哪组就胜了，三局两胜，好吗？我们先说一下分组情况。这一轮，江山老师您要带领的是赵露思、张萌。王老师，待会儿关于大家作答分，别忘了你们远程还有两位成员，两位成员如果知道答案也可以立刻举手，好吧？来，珊姐叫什么？露丝，你说咱们队叫什么？对，我们叫特特特。什么？我们叫特特特。特特特特特特哈。好嘞，特特特队和特别特队，真是难为主持人了。我们叫特特特。四。对呀、啊。这不是饭吗？这是碗啊。哦，这等于是我们猜一个事儿啊。对，你们猜的是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搞半天都搞这样。懂了吗？是这意思。玩手机，我刚才不是，这是那个。你带我进卧室呗。哎，我有听到正确答案。什么？是谁说的啊？露丝，你说的啥？头头说的。说的什么？不能把手机带进卧室。我说的。不是他说的，周成，他骗人，是我说的。他说的不算，该我们了。对，是该我们说了。特特特说。不能把手机带进卧室。对了，啊，我们把一二三和八九都翻过来吧。哎，人家的一个家规啊，哦，手机不进卧室，还真应该说你下面。但是没事，你们答对了，还是你们组得。哦耶耶！耶！弄个那个吧，我们赢了。耶！这个是人家的家规，但是我就问问现场的各位吧，有谁是在生活当中不把手机带进卧室的，有吗？曾经是，我可以不进卧室，但是手机他得进啊。给手机盖个被子。这样，让他们再翻一把吧。好，这一轮不答了啊，来，露丝，你想翻哪块？你想翻几？我想翻一个五，看看中间吧。好，行，翻个五，太重要了。好核心 啊！这再猜不出来，咱就真的是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常做八段锦。八段锦，哎哎，对喽。八段锦。恭喜，哎，我们把其他的几块也翻过了。哎，就是一群学生八段锦，一群学生打八段锦。不得不说他翻的这块非常的关键，非常好，一下就把最核心的信息翻出来了，就翻出的根本就是答案。 timing 是吧，这就是 timing。 哎，好，那我们恭喜特特特获得最后团体赛的胜利。哇，功法类的练习我们首先要学一个站桩，我们要怎么站呢？就是我们在保持身体中正的情况下，然后呢我们开左步，然后与肩同宽，对，然后慢慢打开的时候两个手抱球，抱在什么位置呢？小腹这个位置，然后向前抱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膝盖微微弯曲，对，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两个点，一个就是膝关节，我们尽量不要把膝关节出现跪膝的这种情况下，就是这种是非常伤膝盖的，我们尽量我们的重心向后坐，就像做一个高板凳，对，这种感觉，但是就不能向后仰，对，你的重心还是向上，然后重心向下，向后，
好，两手打开，然后膝盖微屈，抱球下蹲。好，这时候你的腰是放松的，然后呼吸均匀。好，小辉老师，请轻轻的转身，看一下我们现场几个学生，谁做的最不标准？无可挑剔，无可挑剔，都是还是挺标准的。我们呢，老师？老师，我们呢？我们呢？我们呢？可以，可以。哎，我还谢谢罗一舟把这首好听的 OST《后浪》带到了现场。我们看到，其实姐，杜思。我觉得我们这四个多月，然后我们所有的演员然后在一起，让我觉得这四个多月非常非常被珍惜，然后也非常非常开心。我觉得我们演的每一次团聚，每一次笑，每一次哭，全都是真心的，这让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特别。所以我觉得后浪不仅仅在讲中医，还有包括我们的家庭爱情，就是所有包括孙头头个人的成长，我觉得包含很多东西，有搞笑的，有落泪的，有可以让大家开心的，也有可能会让大家感动到泪目的，所以有很包含了很多很多种元素。所以你只要想放松，想要学到更多的知识，想要开心，想要感受温馨，想要更加的心胸开阔，更加的让自己心生舒服，那你就来看我们的后浪。谢谢大家，主唱团队所有的演员，谢谢我们整个的剧组。我们看到无论是前浪的翻腾，还是后，也要感谢微博新浪娱乐微博电视剧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也请屏幕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持续关注正在东方卫视优酷热播的后浪。